你尝尽了苦白才懂。哦，你说发型啊，今天刚理的发，刚修的新造型。三个男朋友月底吧，应该，因为这个也我也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时候播，然后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可能。别再说是谁的错，现在已经处于半躺的这个形式了，是吧？半躺在床上开始看直播，我这个手机怎么，这音乐我怎么一调，它不带变化？胖了，确实胖了，我自己感觉一胖就很，自己感觉很明显。所以拍的时候还得再瘦一点，因为一回来也不忌口，就太多好吃的想吃了。尤其是那个，我没打耳钉啊，大家还在纠结我打耳钉，耳朵里长了个痘，你们看这儿长了个痘，然后这边也是长了个痘。我耳朵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别人有的时候往脸上长，我脸上有时候也长，我耳朵里面也长痘。我只要耳朵里一长痘就上火。我那天在现场，然后在电梯里，然后他们也觉得我打耳洞了，是吧？然后我还跟他们说，我说你摸一下，我说里面有个痘，特别疼。现在脸上有点肉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瘦一点吧，瘦一点可能更上相一点，因为我这人吧本身可能就有点双下巴。谢谢果果，谢谢果果啊。那个你们很多人不是今天好像听说这个豪是不是在打什么比赛啊，你们要是想去看他你们就去看啊，反正我今天那个等他打完比赛了我还播着呢，你再回来看我也无所谓啊。对，想去看豪就去看，不用两边跑，不用为难啊。我会今天播的时间就好不好？眉毛，对，眉毛里有时候也会长，眉毛里面的痘，我觉得可能就是上火好长痘。谢谢谢谢。今天到几点？今天暂时决定是到10点，然后看大家也不困，就不着急，我就多播一会儿也行。刚上了4分钟，刚播4分钟。对，新来的朋友什么不是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有的人去看他的直播，小小豪，然后我就说想去看就看啊，胖点好是吧？不是，那我自己接受不了，我尤其是有时候上镜，我一看脸上有点肉，瘦点还是有精神嘛。而且这个我这回回来之后。我之前不是总是卸妆，是不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卸不干净还是怎么？我觉得其实卸挺干净的，可能就是这个新陈代谢有问题，然后就会长痘。长痘了，这回回来我也好好调理一下，但是说是好好调理啊，吃饭也没忌口，该吃辣吃辣，该暴躁饮食暴躁饮食啊，暴饮暴食啊。对啊，是吃胖了一点，所以这两天再减呗，等拍的时候再减。对，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啊！谢谢大家人气票。没有健身，这回回来其实还真没健身。这回回来做了好多事，等到时候，到日子了以后啊，然后大家可能再回想起，哦，原来那会儿在干这些事儿。等事儿做成了再说吧。这回回来没闲过，像今天也是，刚刚这个8点半嘛才到家，也是。怎么减肥？减肥你唯独没办法就是谢谢饼饼，管住嘴迈开腿是最好的办法。明天就开始工作了，我每次工作的时候我都说找时间抽空播，但是我没播的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特别怕影响拍摄。比如说今天在拍，然后呢晚上我还播，我能有时间就多休息一会儿，所以我会选择拍戏的时候不直播。把所有的精力都留在那个拍摄上。谢谢瑶瑶，分散不了，真分散不了。这个，而且最近嘛，很多人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嘛，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还是注意点，我特怕我又工作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因为那个太遭罪了。
对，为什么以前人说救场如救火呢？你就不能是因为你一个人，对吧？全组人都停工等你啊！谢谢向日葵，而且但是已经有过这一次了。那次拍的时候发烧，剩两天没拍完，后来大家也等了我一个月，不是才把后面的戏拍了吗？谢谢 JH， 谢谢唐熙。嗯，所以我千万不敢生病，我害怕，别生病。对，谢谢谢谢。嗯，谢谢喵猫咪的人气票。嗯，这回拍什么？这回谢谢点心。这回拍的这个戏也是有小说，但是那小说我没看啊，我一直注重那个剧本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小说稍微有些情节有点老套，我说我们还是改一改吧，更改一下，然后一个新的剧本。嗯，具体什么内容呢我也就先不剧透了，反正我觉得挺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挺浪漫的一个故事啊。啥，最近忙什么？忙还忙婚事？不是忙婚事，忙工作的事。最近在忙工作的事儿，好多的事儿。嗯，女主这回的女主还是那张楚萱啊，上一次不是跟她合作过了一次吗？嗯，谢谢叶子，谢谢刘玲送的人气票。嗯，今天直播呢，一个是因为我马上要工作了啊，二是因为为什么晚上播，就是因为那天大家说我是不是总下午直播呀，我说那我就晚上播一次吧，可能有些人晚上想看看直播什么的，我就晚上播。嗯，对，天天看霸总，等三个男朋友上了，大家就知道我不是霸总了。等这个三个男朋友上了，我们今天在这儿约定一下，等我那个时候上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抽时间播。大家叫我二哥好不好？二哥，那个戏里面我就是二哥，然后到时候叫上那个大哥跟三弟啊，我们一块儿三个人播，三个人连麦好不好？对，是胖了一点。叫上大哥跟三弟，然后我们一块儿。二哥，好的二哥，现在还不是二哥的，现在还没有到二哥的时候呢，等到时候播的时候，这二师兄。呵呵，没到二哥上了就真心的二哥好，二哥好。三弟在重庆玩呢。对，我明天不是还要，我知道那个三弟在重庆玩呢，我今天给他发信息，我说明天回来，我明天去杭州晚上一块吃饭，他说我在重庆。我说行，那你就好好玩吧，他明后天后天回来嘛，叫孙什么月，月亮的月，同一个发音，孙月，啊，对，现在不用叫二哥，还没到时候呢，我现在不是公主吗？那个娇娇公主的戏不是刚播完吗？啊，大家有没有今天才刚刚看完娇娇公主这个戏的人啊？公主啊，好久不见的感觉。对，可能我太久晚上没有播了，如果只是晚上看这个直播的话，可能有确实很久没有播了啊，有点出不了戏。你看哪个戏出不了？娇娇公主出不了戏了。有人问我娇娇公主是不是本色出演啊，我特别想问她是不是不太了解本色出演什么意思。这个
绝交公主是完全这个脱离了这个我现有的东西，完全去创作出来这个角色，想要去挺费劲儿的，特别费神。绝交公主看了五遍，你可太厉害了，我考你一下，最后一集讲的什么？眼睛有一点点，有一点吧，但是直播是这样，你说我要是不把光调亮，我自己你们可能看着也暗，我调太亮了，我的面光亮了的话，我眼睛其实眼前挺亮的，所以这个盯着这个屏幕的，屏幕要是也亮的话，时间长确实眼睛不舒服啊，所以有些这个直播的朋友，谢谢瑞瑞，谢谢若心。播很久，我觉得确实也挺累的。讲的黄粱一梦，对对，谢谢七月送的抖音一号，感谢七月。七月已经是五级的粉丝灯牌了，哦，这个直播其实是镜像，就是这个直播大家跟剧里面看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剧里面是那样拍的，直播的这个前置是镜像啊，反过来的，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挺好奇我到底长啥样。是以这个视频里为主啊，我这个人不是很上相，就是不是那种很上相的人，就是你看到我真人的时候，可能跟你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如果就是见到的人，大家都这么说啊，你长这样，本人因为我这个对你们见到我，你们可能哎天哪，你这么高吗？我一直以为你没有这么高啊，你的脸你这么瘦吗？哦，对，好，就那个多余的话就自己不能夸自己了。对，拍戏里面全是自己的原声，全部都是原声。多大了？26，没结婚了，不非得问我结婚没？没呢，还没呢。说好了。只能看到三个字儿，风随喜。我有一次从那个电梯里面。那个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一只手扒拉就进来，然后因为他不是已经就下去了嘛，就开那一下可能看到我了，扒下来指着我，你是不是那网红？
我特别想，因为我特别想说，我说啊，嗯，对对对，我是演员，我想怎么说？我说，对，我是那个网红。我说你好，拍的很不错啊，啊，看过你的戏，拍的很不错。我说谢谢谢谢。说一句西安话，嗯。明天就该去了，明天该工作了，嗯，明天就该工作去了。看一下升级没？我等会儿又滑了过去了，因为这个弹幕其实弹幕挺快的，这个我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这个就屏幕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有时候在哈哈 哈，其实笑的是我这个15秒前说的话。但是我话已经说出去了，你这个弹幕可能15秒半分钟了我才看到，甚至这个弹幕很多我可能看不到，因为它一直在这样动。136万粉丝了啊，还得是你们。什么时候还有这个签名照啊？签名照再等一阵儿呗，再等一阵儿呗。好眼熟，他演的啥？演的什么？田曦。还有直播间还有朋友说，哎，可能双眼皮会更深一点，然后有时候可能头一天可能弄的第二天水肿啊，水肿了双眼皮显得大一点。谁来了？大姚来了。你好大姚。大姚下部戏我们又要在一起那个工作了。上一部戏他不是跟钟正一起吗？大姚回来了，我伙食都变好了，我跟你说。真的跟大姚有两部戏没在一起了。我都吃胖了，大姚回来之后我估计这个伙食变好，我又不好好吃饭了。大姚制片当得特好，谢谢你的热气球，真的，我们去千岛湖他会准备20多种榨菜，中午就点米饭，然后我们就吃榨菜，吃老干妈什么的也没菜，别的也没有，大家就都会，基本上大姚当制片人演员都会瘦。他会考虑到这个，考虑得很周到。开玩笑，开玩笑，谢谢谢谢小贤，大姚在我才开玩笑呢。就是我们在一块儿那个工作的时候，大姚真的会照顾到大家，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片人。嗯，真的，你们真就是以后这种饮食规划让大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很少发朋友圈的人啊。嗯，大姚说，
有一天，我们这个是他的那个组，他那天拍夜戏，在公司里面拍，然后公司里面不是有剪辑师嘛？那剪辑师又不用参与到拍摄。公司里面没消息了，你群里就没声音了。40分钟之后，就觉得大家特别。说太厉害了，钓鱼执法还给人留了40分钟吃饭时间。那啊，三弟来了，老三来了。真的笑死我了，那个没有吃饭的宝贝来吃过一会儿，刚刚吃饭的宝贝过来给我们串一个角色。钓鱼执法。太会了，老三来了。那中正老师的这手一点都不干吧。坏，说在那个群里，现在在群里面就他在让吃吧，你就说吧。啊，我们仨连线。然后大姚和大白，哦，大白我发小，一人演了一个角色，这个卧龙跟凤雏，他俩真的演的挺好的。我的双眼皮是真的吗？是真的。谢谢叶子送的抖音一号，感谢。大姚今天还在群里面急着出下一个戏的大计划呢，我们的剧本完整版还没出来，特别辛苦。大姚保持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就是再累再辛苦他也不会瘦。我们天天在剧组跟大姚开玩笑。有一天啊，我跟大家学一下，大姚拿了一个那个，这个就是那种瘦脸仪啊，他用那个我见过，没有用过，还拿一个瘦脸仪，就是他那个是什么样的，是一个这样的棍儿，它上面一个这样的，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我们在那边围读剧本，然后大姚就在那儿，你说我不是没见过别人弄，他弄了一天。拿这个瘦脸仪弄了一天，就搁那儿搓。后来我们见到他，我们都说：“大姚，你瘦了，真瘦了，不敢再弄了，再弄脸没有了，不敢再弄了。”大姚，真的吗？他就搁那儿刮，
一弄一整天，说真瘦了。然后啊、嗯，这个事儿是真的，真的。啊，天天后来一见到大姚，我你现在脸太瘦了，现在这样不敢再。你怎么弄的？脸怎么那么小？哎，大姚在不在？还在不在？对，还在呢。对，哎呦，那个弄挺好。大家看到那个，葛姐发到那个，她里面不是有一场戏，我脚要骨折嘛，她那给我缠。你们看到那个孙悦工作室发了一条，就是那个大姚吐别人那个戏，就是三个男朋友里面的，所以三个男朋友里面的戏就特别逗。等到时候等那个戏出来了，我给你给大家逐步解析那个戏里面的搞笑的点太多了。嗯。你说对啊，大姚天天拿那个刮脸，他肯定咱们得夸他说他脸瘦了，要不然不白刮一天。他天天在那震，他不是光的瘦了，他那个仪器都被他磨小了都。对，可不敢那个什么了。然后我们那天在现场，大家都在。然后我们就在 cos， 大姚，学大姚。那下吧。然后说词儿的时候，老板韩岑词，老板，夫人陪。老板，份被韩岑岑岑贼，被韩岑贼抓走了。我们天天在现场，他有一场戏，演警察。请你们跟我，就是一句这样的词儿，请你跟我们出去，配合调查，就这一句词儿来了。加个包，哎，人物塑造绝对强。加个包，警察嘛，穿便衣，穿个夹克，跟真的一样。门一推，请出去，你们跟我调查。一句词儿，我说，杨哥，别急。别急嘛，眉头紧锁，下巴，据我们找到一些证据，出去你们给我调查。他特喜欢嘴瓢，就是他特喜欢嘴瓢。然后我们就后来说，我们说咱能不能是哪次不瓢呢？然后大姚是还他的词儿，他有词儿的，大姚还有词儿的，呸呸呸呸呸，好、哦，再来，请你们给我注意点，呸呸呸呸，不好意思啊，再来一次，请你们，因为毕竟严谨嘛，大姚以前是那个新闻系的，所以就说话会严谨一些。胖了五六斤嘛，但我瘦得很快啊，到时候可能拍戏的时候就马上就瘦下来了。五六斤全都是水分，在家里面光吃了。上一次我指导他啥呀，我指导他呢，他演的那我都学不会，他要演的挺好的。你看这个大姚现在传说的巨抛脸，拍一部戏换一个样子，每一部戏都不一样，都让他演，觉得这都演活了。
你说虽然说他演了有几个是卧龙凤雏，他能把卧龙凤雏都分别的演出不一样的感觉，那绝对行。一上去那警察你就相信了，真的，你看见他你就觉得他是警察，真的是。我是那个浙江传媒学院表演系的，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拍戏的过程中，那个大姚他不仅要跟我们一块拍啊，他要演里面角色，他还更重要的职务是制片人的这个身份，所以说他要操很多心，忙很多的事儿，这是真的。大姚，你辛苦了。真的真的，因为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谢谢小冬儿。我发现这个晚上直播啊，会有这个他们过来看，谢谢 GH。白天他们都在工作，其实你像我现在可能都回来了，他们还在工作，对，还有别的事儿。你看前期他还要去筹备啊，然后剧本还要去谈很多场景。谢谢时控，大家也知道我们那个戏里面那几道菜也都是老演员了，就是那菜都是硬菜。我那天跟那个我们的那个道具，他也是，谢谢晴然的飞机啊，那个道具他也是我们的剪辑师，我跟他说，我说求求了，我特别希望就有几个能吃的菜啊，后来也都给了，也都能吃。西红柿炒鸡蛋从第一集吃到100集，确实是大家也在对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就是反正就是大家认真看戏的人会了解，不管我演哪个霸总，可能人设不太一样，但是吃饭的习惯是一样的，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有一天早上啊，既然说到这个事儿了，我再讲一个笑话啊。有一天拍那个娇娇公主的时候，还是闪婚，我记不起来了。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大姚过来跟我跟徐一真说那个你们两个明天早上别吃早饭啊，我给你们做点硬菜。就我们就心里想，你就别吃早饭了嘛，早上起来挺好的，过来等他做饭嘛。煎了两块牛排，还心里想说煎两块牛排，早上吃的饭吃确实硬啊，早上7-8点钟吃牛排。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们早上，有一场戏是吃牛排，谢谢华夏啊，有一场戏是吃牛排，然后那个牛排啊，怎么说呢？就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鞋底子吗？那牛排，你真的你一般人你真咬不动。而且我们必须得吃那个牛排，很香，必须得很香很香。然后我就，哎呀，哦，我想起来，闪婚那场戏嘛，还有词儿呢。大家塑造一下当时这个真实的情况啊，那牛排你都不知道有多硬，然后我们吃到嘴里的时候，然后你首先切。的时候啊，就那场戏你看似是面部这样，但是其实手是这样切，好不容易切下来一块，吃到嘴里拿那个什么，吃到嘴里导演在那边说词儿啊，不是嚼不动啊，那你不得咽下去再说词儿，咽嚼不动在嘴里面，好不容易嚼动了，嚼差不多一两分钟嚼到了，咽下去了。对，好的牛排就要配一杯好红酒，打开红酒。就是这个味道。闪婚里面大家应该记得这一场戏，对，那个红酒葡萄汁嘛，然后也齁甜的，大家也没少喝。
准备的很好，那天确实早上没吃早饭，但是一点没饿着，特别的硬菜。对，是表演系的，嗯，大姚是新闻系的。如果要是不来这儿，他可能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记者。嗯，谢谢，这是紫竹啊，谢谢紫竹送的嘉年华，感谢感谢。对对对对，就是对，很浪漫那一场，就像我配你那个，就是红酒配什么，白酒配花生米，就这词儿，就这词儿，那个东那个牛排啊，真的在嘴里面。你们看似好像嚼动了，硬是咽下去说的词啊，挺好的。说到那场戏，我一定要说，大家觉得那场戏很浪漫的那场戏，晚上9-10点收的工，嗯，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在插那个玫瑰花啊，玫瑰花也有刺儿啊，有的人手也弄烂了，弄到早上7-8点。弄了一宿布置那个场景，大姚也很辛苦，也在弄这个事儿啊。嗯，确实应该是闪婚吧，那个戏大家弄了很长时间。我们第二天早上去出工去拍戏的时候，一推开门，那个花是那样摆成那样，全都是真花，他们都弄了一晚上，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美，因为头一天拍戏知道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嘛，然后看到这个觉得嗯真的很美。然后每个人都录了一个小视频，就嗯，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嘛。对，还有最后就坐在那儿的时候，就唯一就是败笔就是那个牛排，其他的都很好很浪漫。大姚没说你啊，不怪你，他们那个火不好那块儿。对，你们有想想讲讲娇娇公主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这个事情啊？娇娇公主，娇娇公主这个戏最好玩的事儿就是海盗发了一个花絮，那个词儿。就是说那个词儿，不知道有的时候人到了一个点，你怎么说词儿你都会想笑。对，娇娇公主的火锅好吃吗？火锅我没放开吃，就吃了几口那个牛肉，他们点的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就吃了几口。我是还有一集不是吃那个麻辣烫吗？啊，洗澡那场戏，嗯，也对对对对对，那场戏也是笑了好久，突然到了一个点儿，大家就开始笑，嗯，然后喷喷香香喷喷那个，嗯，过来的那个小姐姐，也是第一次见面啊，然后过来演这场戏，我还要跟她说，我说我演的是个女人的灵魂啊，别被我吓到了，我说我等会儿可能会抱一下你。我说抱你，我说香喷喷，然后跟另外一小姐姐说，我说我也抱一下你，我说喷喷香，冒昧了，嗯，这场戏，鸭血好吃吗？嗯，还好，对，都还行吧。我本身就喜欢吃火锅嘛，但是那火锅不是麻辣的，嗯。嗯，吃橘子卡牙了。刚吃了个橘子，再给大家演那个演示那个牛排嘛，然后就拿那个橘子假扮了一下。当场沟通真的是跟那两个小姐姐当场沟通的，我得先说服他们，我跟他们说，我说嗯，我说对，这场戏啊是女人的灵魂啊。抱一下，得抱一下，嗯，因为得给人说嘛，也不能上来就抱把你吓一跳。我的声音没配音啊，全部就是自己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对，找半仙那场戏是导演演的那场戏啊，找导演算命，嗯，
哎，一过去，那天其实拍那场戏的时候，我导演起来就腰还闪了，那边不是喊城管来了，他要跑，然后他一起来，他腰闪了，那真闪了。找半仙那一场，他自己那些符啊，都是现场导演画的符，他真的在画，因为他本身就是美术出身嘛，他在画那个图。这有一个通往南通宫的这个门票，看到了吗？这有一个艾特，那场戏，那是为数不多的我跟导演我俩对手戏里面我没笑场的，因为我俩只要基本上演对手戏，就如果这个角色是那是他啊，我们基本笑个30条会有可能，就是不相信，俩太熟了，他也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他。两个人看着对方总笑场，所以我俩老单拍，拍他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跟他搭词儿，拍我的时候他闭着眼睛或者不看我，对，都能记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提到就忘了，你再提到我可能会有一个闪回啊，我想起来了可以跟你们说。所以我感觉好像大家更多的是看直播的时间应该是在应该是在6点到7点钟吧，6、7、8点钟是不是大家就有最有时间看直播啊？谢谢凯莉啊。江边那场戏是临时加的，那天我们在拍那个撞车那场戏，就是开头的撞车戏的时候，突然转头看见这个钱塘江边，钱塘江上的那个夕阳无限好，非常的漂亮，我们就决定在那儿拍一场两个人牵手散步的戏，那场戏是临时加出来的。所以那天我记得最早导演还发了一个花絮，我那个手一背在那说那个江什么的，在跟个老干部一样，就是我们俩在讨论词，说这场戏词儿要怎么说。8、9点最合适，8点最好哦。那我知道了，今天9点可能相对 也晚了一点啊。对，有的人明天还要上班呢嘛，可能就不会休息那么晚。8点到11点，不要舔嘴，嘴都红了。嘴干，老号有这个，从现在开始我不舔嘴啊，好不好？我舔嘴了，你们给我数数，看我到下播能舔几下。9点以后，那场戏很浪漫，那场戏的景很好，那天是那个是老天爷赏的一口饭啊，那个天很好。那个江水方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后面两句是描写西湖的了，但是不是，是那个在钱塘江的那个夕阳照在这个钱塘江，然后反射出来的光真的很好，感谢依依姐。为什么删了我不知道，其实我没看到最后。对，把后面两句对出来了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很少吃糖，我不太吃糖，我对这个甜食都不是很那什么。那个我今天在路上，然后坐在那个副驾上面，我还突然发现，就是下午嘛，那个面对着夕阳去开车的时候，那个夕阳它不是有的时候那个它那个板不是能遮到这儿吗？但是它夕阳是在这儿，你还是能照射到你的眼睛啊。然后我就想起来那个话剧里的那个台词，它的第一句就是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啊。突然反应过来这句话，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阳照着你的眼睛，最后你的视力可能是最差的时候。
有的时候生活中就会突然反映起来一些词啊，一些歌词啊，一些东西，哦，他在说什么，就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会开车，会开车，然后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个正好是那个光在射到你眼睛上的时候，你确实是看不清很多啊，很刺眼嘛。为什么要说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啊？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我觉得就觉得这种时刻，你突然想起了一些话的时候，这种时候是挺浪漫的时候。我有一次也是在看那个什么，有一个人他照了一张相，照了一张照片啊，下过雨后的那个城市，他发了一张照片，他配了一个文字啊，地下有一滩水，然后他说，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也给你怀抱啊。我突然就明白那句话了，为什么大雨让城市颠倒。因为你在水里可以看到城市的倒影，就有的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美，大家去发现。眼睛红是吧？那怎么办？那我就一会儿再播个12分钟到10点就不播，大家也早点休息。大家看时间长也看红了吧？对，那就是一句歌词嘛。那你就当时当你听懂那句歌词的时候，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也给你怀抱。对，那一刻你就听懂这句词了，听懂了这个大雨让城市颠倒是什么意思？是地下那滩水映照出的大雨的倒影。谢谢桃花。哦哦，紫竹又来了，寻龙游侠。那寻龙的系列是不是有好几个啊？其中一个系列叫游侠是吧？我不是，这有个嘴皮，我老想把它咬下来，你懂我那意思吗？下次早点播，别让你们等太久。动画片又来了，今天又把《恰似寒冰与骄阳》看了一遍。对，我们戏组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演员叫段七啊，大家叫他七七。他说他没有来我们组的时候就把《恰似寒冰与骄阳》看了，就完整的看完了，甚至他看了有几个片段看了很多遍。他说他很喜欢那个戏。大家会开车吧？要出血了吗？不要。好的。看了100多次，天哪！这个《寒冰与骄阳》里面，其实大家创作的都很多，创作的这个内容都很多。最近上了什么新剧？就是《娇娇公主》，再有后面的戏的话，谢谢东妈，应该就是这个月底了。对，有人问我会不会演话剧，就是会考虑有合适的好的话剧可以啊。我觉得长时间的做这个，大家一起排练，在做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一气呵成的完成这件事情，其实很挺爽的。演话剧是一件挺爽的事情。现在的话剧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啊！现在的话剧又有地麦，又有吊麦啊，各种麦，对台词功底的要求又没那么高。对，演大学那会儿，老师特意没有让大家放麦啊，就是你话剧嘛，就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台词打到最后一排。会开车啊，会开车！我这视频里面都有自己开车的画面，那没有不会开车的成了无证驾驶了。你都不记得是从哪儿入的坑了是吧？谢谢小草莓，谢
谢谢小仙，日出相伴。嗯，《寒冰玉娇阳》这样的戏的这个剧本也非常好，所以我也作为演员也好，作为这个大家这个制作公司的创作团队也好，都希望碰见好的剧本，所以一直也在去衡量，也在去寻找好的剧本。嗯，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比如我直播间或者是看直播的朋友们啊，有这种好的剧本也想去，就或者短剧，就是短剧的剧本，或者是好的 IP 啊，也可以去多提一提想法，给谁提啊，去给那个导演提，给导演去提，他应该有合适的，他也会吸收进来的。嗯，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我还蛮想演一个这种坏人的，一个疯批的坏人。嗯，然后呢，像叶景怀这样的角色怎么说呢，很好，叶景怀的角色我觉得蛮好的，他是一个可以辅助演员的一个角色。嗯，有很多的戏啊，包括他这个人设他也非常的好，所以当然会喜欢这样的剧本啊，狂飙类型的剧本。哦，对，那个也很好啊，多好的剧本。多重人格考不考虑？可以考虑，觉得多重人格这个事情，当然创作起来演起来肯定会不容易啊。对，你要脱离出来，其实就像这个娇娇公主演的也是两个人嘛啊。其实怎么说呢，坏人，大家可能没有，我演过几个网剧演坏人，到现在的剧也没有播，我觉得演坏人是一件挺爽的事情。嗯。卧底多好啊，对啊，卧底也很好。这个你没有合适的剧本吗？一把青，说到一把青，我就想起来我们那个民国戏啊，其实就是想，当时想象的就是一把青里面男主的那个样子。嗯，喜欢军演那个军阀的感觉是吧？嗯。那个明天呢我就又要去杭州了，又即将投入新的剧的拍摄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也不说死，就有空我还是抽时间播一下，想大家想看直播想聊天嘛，那我就播，但是多数时间是不太可能有空。嗯，对对，是，这经常拍的剧也是在滨江拍的比较多一些。嗯，谢谢大脸猫。当时看一把青看哭了是吧？还有不是还有三个没有上，拍完的还有三个没有上，三个再加上我们马上要拍的不就四个了吗？会一直拍的，我们差不多这个不是节奏是这个两个月拍三部的这个节奏吧，差不多。嗯，其实也很快了，对于大家来说其实也很快，这个节奏蛮快的，两个月三部戏，两到三部戏。所以说大家基本上每个月都可以看到一到两部剧啊。
一部最少，多的可能就是两部，嗯，对，不管还有包括这个长剧啊什么，大家总会说这种长剧，包括电视剧，包括电影，后面肯定会演的，对，其实我会一直做的事情嘛，肯定会演的，只是在最近的时候，大家看的都是这个短剧居多一些吧，嗯，休息休息，对，我休息了好多天了。不是，我不是说都这两天在北京天天吃吃喝喝的都吃胖了，然后等到去杭州开始工作的时候又开始控制饮食了，嗯，那今天我是大家困了嘛，要困了的话我也就是就该睡觉了，就也就让大家就睡觉了，我就也下播了之后要看个电影，我也就休息了，我其实也还好，我也不会直接睡，播半个小时也行，下了也行啊，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儿，什么提前的预祝新年快乐了，马上元旦了是吧，嗯，谢谢凯莉，每部戏都看了，很行。我不困，眼睛稍微有点干啊。嗯，是。我不会睡这么早，下播我也不会这么早就睡觉了。嗯，该去哪个平台看我的剧？新剧如果还没看的话，可以在那个孙悦工作室啊，点开第一条链接，嗯，然后可以找到第一条视频下面的链接，可以看到这个戏。行，那我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吧，聊一会儿，等会儿再下，好不好？嗯，因为翻来覆去的也不能总说那些话，既然直播了，我就希望就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问我呀，我可以跟大家多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嗯，下次直播时候我定不了，我只能说我有空的时候播一播吧，好不好？明天又是新的征程，祝我顺利，谢谢大家。嗯。刷到了我很多小视频啊，好，现在我已经这个接受了大家任何就是说是小视频也好什么也好，对，其实就是剧嘛啊，准确来说刷到我的小短剧啊，嗯，好的好的，谢谢大家支持啊，进粉丝群可以通知这个下次直播的时间，下次播的话我会提前在粉丝群里面说，嗯。大家可以进粉丝群，然后粉丝群呢我先暂时没开新的粉丝群，咱们就在以前原有的这些粉丝群里面看哪个还没有满就进哪个粉丝群。香喷喷喷喷香，有多少个人是只是看了一个这个悄悄公主第一次认识的我呀，有几个这个朋友是只看过一个娇娇公主这一部戏才认识的我，因为刚来直播间肯定都是一些这种新朋友对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对对，霍少看了五遍了哦，这个什么粉丝见面会啊什么这些我后面再安排这些事吧，先去踏踏实实的先把这个事儿先做好嘛，嗯，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包括在有时候其实拍戏过程中有真的有时间去播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但是我没有选择去播啊，我怕自己的这个精神分神，本身可能就拍戏精神状态不太好了，累了该休息了，在播的时候再去迷迷糊糊的播一会儿，哦，播完了下播第二天拍又没精神，嗯，所以经常跟这个导演讲说，如果要是直播的话啊，如果要是这个早收工的话，大家就早点休息啊，不要再去嗯消耗自己的那个精神。
对，进了粉丝群可以看到那个，进了粉丝群可以看到，就是我什么时候播会跟大家说，包括有新剧啊，那个链接大家发到群里面，包括现在要看这个新戏，还有人没看完的，还没有人，还有人没有看的，可以点开这个，孙越工作室的第一条视频下面可以看啊。哦，我看到这问了，那我就统一这个回答一下。就是第一，那个咖啡好不好喝？孙越工作室发的那条视频，他问我咖啡到底好不好喝？那个150块钱一杯的那个咖啡，怎么说呢？它确实有一点那个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它会有一点点，有一些还有一些坚果味儿，有一些果香。的味道，但它是那个手冲咖啡啊，可能有些人如果不喜欢喝这种纯的这种咖啡，喜欢喝拿铁或者什么的，可能对这个咖啡的感觉就不是很好。那对于我来说，如果是热咖啡和冰咖啡，我更加倾向于喝冰咖啡啊。那个手冲咖啡我喝的是一杯热咖啡，因为那天北京很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咖啡不是我那么喜欢，我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但是它不难喝啊，但不是我喜欢的味道。这个是对于那个咖啡啊，还有大家问这个直播间这个，面膜在那个孙越工作室发的那个，是我那天发了一个那个开包视频，大家看到了之后就问那个面膜的品牌，然后直播间现在也挂了上去，在直播间那不是在直播间，在那个孙越工作室第一条的上面，你们能看到有那个链接挂的那个车是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反正你们去点就能看到，但是这个面膜因人而异啊。我是敏感肌，我很适合用。然后，这个就是回答两个事儿，还有就是剧的事儿，在第一条置顶的下面点链接可以看新剧啊。这三件事儿是孙越工作室的三件事，对，啊对，孙越工作室的橱窗里，是的，叫橱窗，不知道怎么说那个专业的词汇。要拍新戏的女主是谁？是那个张楚萱，哦，是叫啊，对，张楚萱名字刚突然脑子懵了一下。我们已经合拍过一部戏了，上一部就是一起拍的，下一部还是一起。我回答过了，在杭州取景居多一些，还有一些外景或者是一些这种别墅里的戏，可能会去千岛湖拍，是这样的。啊。对，新戏可能那个三个男朋友这个戏应该会是月底播，这回播的时候我叫上那个，那就叫上再多叫一个人，这个不是可以四个人一起连吗？叫上这个大哥，叫上三弟，因为我是二哥啊，二弟啊，可以再叫上这个老爹，是不是？四个人一起连麦啊，播一下。这个提前说一句话，这个。老爹到时候就是，他有三个这个老爹那个演员啊，超高，他将近有1.9米，那个老爹的演员很高。他以前应该是模特，到时候我们几个一块播可以。老爹经常播，你们还看过是吧？什么时候去广州？广州可能下个月吧，下个月，下个月中，我这个行程正常的话，去广州拍可能。没有老四老五啊？有老四老五，那是我自己在戏里面。就是跟这个家族没有关系的，老四是这个，大白，老五是大姚嘛，苗老师，对，是的，老爹是苗老师演的，苗峰，对，下一部戏不知道，他前一阵不是出去
也是去拍别的剧了嘛，然后不知道苗老师这回会回来在一起拍我。嗯，他也很认真。对，其实那天特别逗，他们说我说这个，钟正在那个，钟正不是演我演三弟，演老三嘛，说他看着嫩嘛，然后那天这个戏等拍播完了啊，这个在画面里，他们说感觉在画面里看起来还是我比钟正更年轻。钟正今天在旅游啊，就是年轻到哪儿了，就是手没有他干吧，可能。因为三个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三个孩子全是认领的，等这个戏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嗯，大班跟中班嘛，跟俩人，我俩在一块儿，真是家常大姚，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加起来上不了一个小学。少熬夜对于大家来说10点是熬夜是吧，其实10点的正常时候我可能多数时候也没收工呢。嗯，这样吧，我咱们再放一首歌，这首歌结束了咱们就下播好不好，也差不多了。嗯，这有人还催着我赶紧下播呢，是不是觉得我害怕我困了。来首杨宗纬的歌吧。好，这首歌结束之后，咱们就都休息吧。谢谢阿芒。我刚想说让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歌，结果他第一句把歌词唱出来了。谢谢妍妍，谢谢 GH， 感谢，感谢紫竹，感谢七月，感谢叶子，感谢一姐，感谢 GH， 感谢点心，感谢月宝，感谢糖果果，感谢向日葵和浩。就此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人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你说林忆莲唱的更好听是吧，我今天正好应该是刷到了这个，我就说呢就播这个杨宗纬唱的这个吧。对，我之前听的也是林忆莲唱的。对，为你我受冷风吹。他这声音确实像真的被冷风吹了，蛮好，我很喜欢杨宗纬唱歌。忍住不唱，好的，好了，大家就差不多了，该休息就休息。有人说我腼腆啊，这个词儿跟我不太沾边，不算太腼腆。谢谢点心。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就播到这儿了。这两天有空再跟大家播，谢谢大家的喜欢，我下播了，晚安，家人们。